紅十字會輸血中服務中心咧，就會由即日起咧實施以下嘅預防措施嘅。近期嚟港嘅港人啦，需要喺抵港當日起咧暫緩捐血28日嘅。另外咧，就曾經係同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咧有密切接觸嘅人士咧，亦都係需要暫緩捐血28日。另外，曾經被確診感染2019冠狀病毒的人士咧，係需要康復之後咧180日之後咧先至可以捐血嘅。咁我哋亦都再次提醒翻捐血嘅人士啦，如果捐血之後咧出現發燒啊、呼吸道感染或者係肺炎嘅症狀咧，就應該盡快去求醫，並且通知當值嘅醫護人員嘅。